第四十三集。温热的气息，柔嫩的红唇，香甜的味道。刘勇趁林妹惊慌失措，被齿轻启之际，亦是伸舌头探了进去，不顾一切卷住林妹的香舌，使劲一吮，眼见着林妹酥软下去，无力挣扎，这才松开嘴唇，微喘着气，耳语道：“不要怕，没事的。现在我想法帮你松腹，不管如何，你千万不要发出声响。”说着，嘴唇又移到林妹唇边，碾磨、吸吮、舔咬，长舌四处横扫。松腹跟亲亲有关系吗？林妹身子发软，死死忍着，这才没有发出呻吟，心里乱糟糟的。明知道他们是被人设了圈套附到此处的，可是刘勇的举动又透着古怪。若不是手足被缚，几乎要疑心这是刘勇安排下的非正常偷情方式。刘勇见林妹终于软瘫成水样，这才松开嘴唇，挪开了身子，用头拱着林妹的肩膀，奋力把她翻了过去。林妹咬着唇不出声，待得刘勇俯下头，用牙齿咬扯她手腕的绳子时，这才突然明白过来，她身子一发软，附在手腕上的绳子就不像开始那般老实，只要咬住绳子一角，用力拉扯，就能把整圈绳子拉出来。这么拉扯，小妹的手肯定会擦伤，但也顾不得许多了。刘勇沉住气，终是用牙齿把林妹手腕上的绳子扯了出来，吐在地下，只觉腮帮子生痛，不由喃喃道：“从哪儿找来这么脏的绳子？”林妹只觉手腕上擦伤的地方辣生生地痛着，不及多想，只举了袖子猛嗅薄荷叶的味道。待手腕恢复了力气，忙忙抖着手先给刘勇松腹，他这里才解开了刘勇手腕上的绳结，却听得庙外有脚步声传来，不由白了脸：“赵元阳躺下，不要动。”刘勇手上的绳子一松，已是按住林妹，把解开的绳子松松地绕在她手腕上，自己直了另一圈绳子，也躺回林妹身边。原来矮个混混心思多，见得刘勇和林妹衣裳华美，想着身上必有值钱的东西，便要趁着高个混混不在，先捞点好处。矮个混混打量火折子，重新长起灯，凑上前看了看林妹，待要拔下她头上的钗子，又想起这钗子插在头上，是才高个混混也看到了，倒不便先拿，一时把灯放回地下，弯下身待要去搜林妹身上，却见林妹紧紧闭着眼，嘴唇似在发抖，不由一怔，难道这姑娘已醒来了，这会儿装昏迷？刘勇听得声响，猛地坐了起来，把手中的绳子一甩，套在矮个混混脖子上，用力一扯，借着力站了起来，收紧绳子。眼见的矮个混混死命挣扎，发出声响，他因脚上绳子未解开，却是被矮个混混拖着向前走了几步，一时又怕另一个混混会闻声而来，不由哑声喊道：“小妹，快解开脚上的绳子，找东西来塞住他的嘴。”林妹手脚发着抖，连拉带扯的解开脚上的绳子站了起来，把绳子团成一团，冲过去狠狠塞在矮个混混的嘴里，转身又往墙角瞧了瞧，拿过一根柴禾来往矮个混混头上用力打去，一边颤着嗓子发狠道：“是你先敲昏我的，不要怪我敲昏你。”林妹狠敲两下，只听咔的一声，柴禾断为两截，矮个混混头一垂，倒退了几步，绊在刘勇身上，和刘勇一起倒在地上。刘勇手里的绳子一时不敢松开，待确定矮个混混真的昏倒了，这才松了手，把他推开站了起来，急急把绳子取下来附在矮个混混手上，接着才解开自己足上的绳子附在矮个混混足上。
最后脱下矮个混混的鞋子，扯下他的袜子，强行塞进他嘴里，确保他醒过来也叫喊不出来时，这才吁出一口气。一转头，却见林妹坐倒在地上，惊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忙安慰道：别怕，咱们快走吧。刘勇话音才落，庙外就传来脚步声，有一个人提着刀冲了进来，微弱灯光下看得分明，来人狞笑着，却是那个去找柴禾的高个混混。刘勇虽正经地学过几年功夫，但手足被缚了半天，本来就麻痹着，待得用绳子套住矮个混混又费了力气，这会儿见高个混混挥着刀进来，自忖是打不过的，心念急转间，手里却已拾起地上的半截柴禾，猛地站了起来，挥柴禾击向放在地下的油灯灯座。高个混混冲得急，不提防刘勇一柴禾把油灯击了过来，他闪避不及，油灯狠狠地撞在他脸上，随即摔在地上，碎成碎片，灯油四溅，有些溅在墙角的柴禾上。很快的，墙角的柴禾就烧了起来，高个混混的鞋子溅了灯油，转瞬也着起火来。高个混混鞋子着火，一边用力跺着脚扑灭火苗，一边挥刀砍向刘勇。刘勇举柴禾一挡，柴禾断为两截，高个混混的刀势未尽，直砍向刘勇肩膀。林妹尖叫一声，闪电一样捡起地下的另一截柴禾，拼全身的力气往高个混混后脑处击下去。短短半截柴禾再次断为两截，只听两声闷叫，接着两声闷响，刘勇和高个混混都摔在地上。刘勇肩膀被砍中了，闷叫一声，这才倒地的。高个混混却是被林妹击昏了，栽倒在地上，手里的刀带着血掉落在一边。刘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林妹魂飞魄散，上前抱起刘勇的头，见他肩膀血流如注，半边衣裳很快地暗红一片，不由哭喊道：你别死啊！还没洞房呢，我怎么舍得死？刘勇嗓子暗弱，却不忘调戏林妹，虽痛的脸颊直抽动，嘴里却道：看得并不算深，死不了的。林妹一听，这才没有那么慌张，一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已是撕下刘勇身上的半副衣裳给他包扎一下。眼见墙角的柴禾都烧了起来，知道再不走待会儿就会被烧死在庙中，一时半扶半拖，硬是把刘勇扶到庙外。刘勇被一移动，疼痛难当，低声道：扶我过去，藏在那棵老槐树下面。这么一着火，肯定会有人寻过来，但先寻过来的究竟是有是敌，却未可预料。瞧着两个混混先前的言行，似乎是要烧死自己和林妹，究竟是谁跟自己和林妹有如此深仇大恨呢？如论官场，因自己职位不高，也没办过紧要大事，并没有真的狠狠得罪过人。若论情场，自己最多就得罪过任小玉，但自己对任小玉一直若即若离，从没对他承诺过什么，他对自己也是一副还在挑选，不一定会选你的口吻。他或会恨自己婉拒于他，不欲自己顺利迎娶林妹，却不至于要自己死。况且再如何，自己是状元郎，又是堂堂朝廷命官，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自有人追究。就是林妹也是侯府义女，侯府更不可能罢休。任小玉定不会如此做的，那会是谁呢？林妹却心急如焚，扶着刘勇挪到庙外不远处的老槐树下，小心地藏好，这才道：侯府的人不见了我，定会出来寻找的，这会儿庙里着火，远处的人也能瞧见，应该会寻过来，刘大哥一定要挺住。
他说着，见包在刘勇肩膀上的衣衫又有血迹透出来，不由道：这可如何是好？要不然我进去往那两人身上找找，看看有什么止血的药。火烧起来了，别去。刘勇低声道：对了，你约我在竹林中见面，有什么紧要话跟我说吗？不是你约我要见面说话的吗？林妹诧异道：我却是接了你的小纸条，到了兰若道观山脚下，想方设法撇开绵绵，独自跑到竹林之内的。一进竹林，还没见到你，就被人一棍子打昏了。说着，从怀里掏出纸条，递在刘勇手上。借着破庙燃烧起来的火光，刘勇仔细看了看纸条，沉吟道：我的字虽不难仿，但仿得这么像也并不容易。仿我自己的，应该是一个书法大家。说着，伸左手去怀里要摸纸条出来，左摸右摸，就是摸不着。一时扯动右肩膀，却痛得低叫一声，阴呻吟道：小妹，你把我藏在怀里的纸条拿出来。此时此刻，林妹也不再扭捏，伸了小手就探进刘勇怀里去摸索。往左摸摸看，没有，没有的话就往右摸摸看，还没有，那往下摸摸看，再下一点，再下一点。刘勇浑忘了肩膀的疼痛，在林妹耳边呢喃道：仔细摸摸，一定要把它摸出来。你自己摸个够。林妹摸索了一遍，发现刘勇身子火烫火烫的挨擦过来，忙抽回手，嗔道：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样？如果不是这个时候，你一定不肯摸摸我。刘勇厚颜无耻地嘿嘿笑着道：嘿嘿，纸条在袖带中，你摸出来吧。刘勇还能开玩笑，他肩膀上的伤便不是那么严重，便能撑到侯府的人寻过来。林妹暗松一口气，嗔怪地推一下刘勇，一时又怕推到他肩膀的伤口，忙缩回了手，扯起他袖子，摸出纸条来递在他手内。刘勇一边看纸条一边道：除了我，你写过的字帖还有谁见过？侯府里的人自然见过，素府的人也见过，再有就是下过帖子给左姐姐，她也见过我写的字，但这些人没理由害我们。林妹凭着女人的直觉，忽然无理由无根据地怀疑到夏如风身上，脱口道：会不会是夏国王爷干的事儿？有可能。刘勇眼神一闪，沉吟道：若我是夏如风，到了大周国，定要设法让侯府和宰相府起一些风波，好浑水摸鱼的。若是他让这两个混混抓了我们，准备放火，待会儿最先来救人的就一定会是他。救了我们，我们便不会疑心是他做的，只会疑心是宰相府做的。刘勇说着，看一眼林妹，没准夏如风还想借着大火来个英雄救美，好抱得美人归。可惜我不是草包，他打错算盘了。他们低声说着话，远远的有灯笼的光亮移动着，接着是马蹄声，只一会儿就见一行人策马飞奔过来，在庙前翻身下马，大声喊道：谁在庙里？果然是夏如风。林妹眼尖，透过老槐树的树缝，见得夏如风在马背上一扯，扯起一件袍子披上，接着下马冲进庙内，不由道：他为什么要披袍子进去？刘勇低哼道：哼，这件事若是他做的，他来救人自然有备而来，这件袍子便是湿过水的，可以用来挡一下火势，可以用来披在美人身上，抱她出来。说着声音却弱了下去。林妹转头一瞧，见刘勇额头全是汗，不由惊叫道：刘大哥。我。刘勇把头趴在林妹肩膀上，嘘了一口气，低低道：
小妹，我撑不住了。不远处的破庙大火熊熊，热浪灼人，浓烟滚滚。刘勇只觉呼吸不适，脑袋昏昏沉沉的，只动了动，肩膀处的伤口似是撕裂般痛楚，一时低语了一句，再也撑不住，昏了过去。刘大哥，刘大哥！林妹不顾惊动夏如风，惊慌地叫了起来。父亲母亲死时的情状突然涌上心头，心下一股恐慌，止也止不住。夏如风拖着两个混混出了庙门，随便丢在庙外，回头便喝随从道：快往四周找找，看看还有没有人。林妹听到夏如风的声音了，心下反是镇定了下来。夏如风不过想借这件事栽赃给宰相府，若是见了他们，只会施救，断不会下狠手。现下侯府中的人还没找来，少不得向夏如风求救了。林妹心下计议已定，正待呼救，却见另一头来了一个人，不由大喜，马上大喊起来。刘勇醒来时满嘴发苦，全是药味。一室烛光中，一张马脸探了过来，一只大手翻翻他的眼睑，嘿嘿道：嘿嘿，我说他死不了就是死不了，瞎担心什么。听声音却是云芳大师。见得刘勇醒了，林妹一下站起来，不顾静室中还有云芳大师在，凑过去喊道：刘大哥，你……他话没说完，泪水早下来了，只伸一只手去摸刘勇的额角，不像刚才那么烫了，这才放下心，哽咽道：多亏大师了。云芳大师点点头道：他不过失血过多，这才昏倒的，那伤口并没有伤到要害，死不了的。好了，你多喂他喝点红糖水，过两个时辰再给他换一次药，明天伤口没有肿起来的话，好的便快些。原来破庙离兰若道观并不远，起火时云芳大师便下山查看，见得夏如风一行人在破庙门口，正要上前打问，恰好听得林妹的呼救声，顾不得多说，上去一把抱起刘勇就走，一边道：先上道观再说，观里有好的伤药。说着健步走了。林妹不顾山路难走，硬是跟了上去。云芳大师本有些医术，当即提了灯笼在山后摘了草药，熬了给刘勇服下，又另倒了药给他敷在伤口上，待得灌下一碗药，刘勇便醒了过来。